就是黄永梦。小哥哥小姐们，谁要能把这个数出来有多少条腿，我请你吃一个月的饭，扣我啊。哇，太漂亮了，特别美，年年有余，少不得吃。我们对着他双击一下，还是要吃，还是吃噻，又不是我吃喽。哎，双击666，包个头。喜欢黄色，对着黄色点两下；喜欢绿色，对着绿色点两下啊。我来一个原味的，生香的。嘎嘣脆，马上开播，咱们先吃一个牛棒骨，好香啊！双击，露腿儿，终于可以造了。软骨，品质又少买，味道不错，哎呀，太多了，继续吃啊。鹌鹑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鹌鹑。我问我老公鹌鹑怎么吃，他告诉我搁嘴吃。你们觉得呢？这是什么？不用烤箱的巧克力面包圈，好了。喜欢的帮我双击一下，咱们尝一下。好吃。检验面包蟹的肥度啊！哎呀，这大子！大家觉得够肥的，给个双击好不好？感觉有食欲的，给我来一个收鸡。老铁们，如果一口秒这个鸡腿，给我个双击啊！谢谢啊！嗯，双击，双击，嗯，还算成功，双击。宝宝们，一个视频秒了这块皮，能秒完给我来个爱心啊！老浪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安排一下老铁啊，来个爆头。这个煎的没肉啊，这个吃肉啥的啊，这水加吧，这冒不是你家吗？你那个根本就是小沙发。金针菇啊，
个叫浇汁油面，好像是一种西北的美食。味道还可以，有点淡。家庭版大冷面，教程在大仓视频啊！喜欢的老铁在屏幕上猛戳两下啊！开喽！麻辣烫，川天椒的。该也吃麻辣烫。好辣！手枪腿儿。家庭版的红烧肉。两块肥的，不带肥不好吃。铁板煎鸡蛋啊，嘎嘎香。汤汁。这个寿司啊，这个是军姐。宝宝们，红烧肉出锅，家庭版的啊。我一般炒肉的时候，就说喜欢炒的狠一些，然后来一个。记得给我个双击啊。太油了，太你妈香了，肖钢炸鸡。哦呦，惹不起啊，中国第一下饭神器红烧肉。超级好吃。块肥的，今天来吃鸡啊！好吃，真好吃，土豆，土豆，太香了。干煸肥肠开吃，嘎嘣脆啊，超级棒的，超级好，超级好吃啊。拌饭，哇，
我一个视频把这个洋葱吃完，你们给一个双击我好不好？感谢你们了啊！晚饭就吃它来双击宝宝们，今天呢给你们带来一个抱头八爪鱼啊，这个是长腿欧巴，宝宝鸡脚，一二三四五抱一个，宝宝鸡脚，先吃虾是吧？好，放在凉一凉啊。油墨双击第一个啊。拉丝第二个留着，第三个是啥？第三个是眉墨打脸、啊、这个是有大米的，这个看，再抱一个，再抱一个，抱这个小的吧，大米啃腿啊，一口啃，喜欢我抱头的啊，一定要给一个评论加关注加双击666啊。